那你也是铁道迷？啊？我只是对这个比较有研究，搭久了才知道。搭拢？我是搭久了才了解。哦，那你也算铁道迷？我上班的，没时间看火车的。没有跟我一样疯就对了。你还是哦，看我像你那么疯了。那你知道226、236换电吗？我听说，我知道啊。换吧，123，单电台561次哦。加新那么久。刚刚看列车站，那111年6月18号。瑞芳，瑞芳站。9点。真的、哦？9点43分，差不多。这已经是瑞芳了。我是离瑞芳比较近。住离瑞芳比较近。我是住基的。哦，还好。那你只要搭到7:58就松山啊？对啊。老板，那给我看看，561次哦。我怕他叫好像看我偷肉。我操！来找位置。561次花，前方在叫海星上超哥，是饭店那家新荣酒。各位旅客你好，这段车是将到会车，请你稍等哦。谢谢各位，下面的马站多多点的，以及刚刚的点单，拜拜。交会列车。